多謝代主席。今天我們看報紙呢，就看到這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就就著梁振英特首第一份施政報告呢做了一個跟進的調查，發現同一個星期之前比較呢，那個滿意率下跌了9%，就由發表當日的36%滿意呢下跌至到27%，咁唔滿意施政報告嘅比率呢就由24%呢上升到39%，整體評分亦都跌到48.2分，較即時調查呢低咗8.2分。代主席，我深信呢由原來支持變咗唔支持，比高分變咗變低分嘅被調查對象之中呢，一定不少係中產㗎啦。因為中產如果你睇一睇嗰個報告呢，細心消化一下，嘩，發覺不得了，原來呢個施政報告呢對中產幾乎係完全冇咩幫助嘅。主席，梁振英呢就講真係天下無敵，不過做起嚟呢恐怕呢真係有心無力。如果你睇下那個中產其實最關注的東西呢，其實他真的沒有什麼立竿見影令到大家飲得杯落的。譬如中產呢，通常我想特色都是上有高堂啦，下有子女啦，也都希望呢是可以維持到一個安樂窩給家人啦。那這三方面呢都乏善足陳的。而如果講醫療呢，梁振英就在改善醫療方面都相當之孤寒的。咁就醫管局而家各個聯網嘅輪候時間呢其實非常之長嘅。咁就如果講九龍東聯網嚟講呢，婦科、外科同耳鼻喉三個專科最長嘅輪候時間可以分別係幾多呢？主席，146個禮拜、134個禮拜同121個禮拜喎。咁輪候嘅中位數耳鼻喉同埋外科呢分別要等30個禮拜同98個禮拜。主席，做一啲非急症嘅手術呢要排長龍嘅，譬如話切除白內障閒閒地呢都要等2年甚至更長。咁試問一下啦，一個中產佢會唔會忍心佢嘅父母係去排呢條隊呢？咁如果你唔忍心咁做呢，咁唯有係點呢？就自己科款去俾阿爸阿媽呢去睇私家醫生啦。咁呢個就回應唔到啦，即係睇完施政報告發覺要照顧上一代呢仍然都係要自己科款自己揞荷包。咁點可以滿意呢？佢話講教育啦。我相信呢，如果講係交税嘅人之中呢要講一樣政策是令到他最不滿的呢，看法都一定是教育無疑的。但主席都知道呢，教育的經費呢在我們每年呢這個3000多億的公共行政開支中呢是排第一的。給這麼多錢出來，但是呢得不到那個效果呢，的確是乏善足陳。剛才很多同事都說過了，你如果在香港要養一個仔女，你由他幼稚園開始供書教學直至到他讀完大學呢，那筆數呢是很襟計的。那如果你說在香港我們的基礎教育大學教育做得好一點，令到香港的家長中產的家長尤其是是可以安心給他的仔女在香港一直由幼稚園讀到大學呢，那你又省回多少呢？咁但如果你睇梁振英呢個施政報告呢，的確呢又冇咩幫助喎，即係對於呢一方面，譬如話15年免費教育咁樣，咁你以為梗係有啲真係作為啦，希望即係幼稚園都納入呢一個15年免費教育呢，但佢係話試驗嘅啫。咁仲唔止喎，大家其實都明白喺立法會講咗咁耐呢，幼稚園現在就說很參差，
只讲租地方呢，有啲由一蚊租去到每个月十几廿万租都有。咁除非你政府真係有个魄力拎啲地出嚟俾幼稚园搬去嗰度办学啫。如果唔係呢个解决唔到㗎。如果你话要解决到呢个问题先至去行十五年免费教育，咁即係唔使行啦。咁所以中产家长呢又好失望喎。咁最后讲住屋啦。住屋呢，其实梁振英呢就喺嗰个施政报告54段呢讲到悲天悯人嘅。又话即係而家我哋出现嘅呢啲劏房啊，呢啲农屋虽然搬入室内，但係同20-30年前嘅三边木屋、铁皮屋、寮屋冇分别嘅。除咗卫生问题呢，亦都有安全问题，顶呱呱讲得非常之好。所以我话呢，呢个係悲天悯人。但係跟住呢落到行动呢，等住上楼，等住租楼，等住买楼嘅人呢，就真係一學眼泪啦。因为呢佢连勾地表实际嘅熟地可以随时拎几幅出嚟去起居屋、公屋，佢又唔做嘅，一幅都唔攞出嚟嘅。咁所以呢个施政报告呢，呢、这个一个星期之后嘅评分呢係大幅嘅下跌呢，都係预期中事。所以公民党呢，就我哋会支持今日原动议同埋所有嘅修正议案，因为觉得呢啲都係能够惠及中产嘅措施。亦都对比之下呢，就会见到施政报告的确係冇胆冇色冇规划，亦都冇承担。谨此陈辞。